也是台南市议会第二届第四次定期大会第21次会议，上午的议程为市政总咨询，咨询的议员呢有林清正议员、赵坤元议员、卢坤如议员，每个人咨询的时间呢为50分钟。那么首先我们请那个林清正议员开始咨询。感谢咱大会主席郭议长。赖市长，那林秘书长，各局局局处长哈，新闻媒体各位好朋友，以为本会同仁大家好早。那今日本席呢，来第四次定义台湾总咨询。那首先呢，我想来感谢赖市长哈。那总是呢伫昨日安尼经由安尼哈，已经五党的一个讨论昨日已经哈。千呼万唤数出来，那咱个步骤看起来呢？那日本，咱本市呢？台南市以来都透过呢咱一个公民的心意，那已经呢有七个所在来选出三个所在，也就是呢未来台南市的市政中心。那首先来感谢市长吼，甲市委团队恁的用心。不过时间虽是讲较久，较久，是安那较久呢？因为呢，伫市长你第一任第一当上任的周年庆，你就来宣布讲合并呢是必然的。双行政中心是一个过渡时期，会当予189万人口呢，未来伫市政中心伫这个所在洽公行政呢，要来拉近城乡发展的一个距离。会当咧透过咧市政中心的一个新的选址，来咧，予大台南市未来发展会当平均发展。我想咧，这主要用意咧，是差不多会当予台南市未来发展会当平均啦，吼那即摆剩三个所在吼，我想我借用今日这个咨询的机会，甲市长、甲市委团队咧，搁来做一个补充。这三个所在。伫咱南科 ABC 哈，这个所在，为什么补充的？也对，这个就是呢，当时南科特定区890公顷，伫15个区块内面呢，有三个区块伫遮，也就是安定高乐科、安定高乐多落来 ABC， 一个区块60公顷，三个区块800公顷，包括边岸腹地。伫你个区域市议内面的一个干部内面吼，差不多伫这个所在啦吼。那这个所在第一个所在，再来呢，也就是新市看西农场也就是有那是南科特定区890公顷范围内。这个所在是呢，伊着看西农场，甲着大洲农场，两个农场呢，拢属于腾霄地，占80%。的面积伫这个所在，拢是腾霄地，所以这点呢，予咱研考会吼，主委你有哪知影一个吼，用地取得呢，私人地加公有地吼，会比较以外，将来你的评比内面还佫写伫腾霄地啦，腾霄地呢，取得比这个较容易啦吼。那鲜花白鸽里湾这个所在呢，本身并不是讲反对啦吼，但是伫这个。区域事宜内面，恁的图片内面所看到的，也都是咧伫麦加里湾。恁书图所写是麦加里湾的北侧，但是位置画是麦加里湾的南侧，也都是咧西拉雅大道的北侧，甲着咧代替的西侧、西侧。那安尼这个区域甲看起来，我要甲市长甲你说明吼，这个位置是亚洲蔬菜，亚洲蔬菜中心到面积500公顷啦。那我现在要凸显这个问题呢，也就是亚洲蔬菜目前呢是联合国有9个国家的土地，嘛是呢台湾唯一伫联合国会当伫迄个所在，搁再来老秀的一个所在，也就是亚洲蔬菜哦。所以将来后任的市长。那是将这个所在要来开发，是不是遇到瓶颈？甚至呢，联合国的土地你要把它拿来作为市政中心，
我想这个问题吼，伫将来啊，咱企业家有来列为考量啦。哦，这个所在吼，因为伫你的契约事宜内面，本身看会到啊，就是差不多这个问题。那土地处置呢？要安怎处置？甲着将来呢，市政中心特别所谓你整个的兴建工程所爱的这个费用，那本身吼有淡薄仔意见。也就是呢，第一，那伫腾厝地，我想呢，会当伊咱都发局咱吴局长吼，伊早前伫台南县政府的时代，伊就有一个真好的一个杰作。伫咱台南都会公园，也伫仁德迄个所在，甲着机密呢啊博物馆，迄、那个所在东西也是呢，咱吴局长伫台南县做局长的时阵，伊是用呢啊奖励的方式。也就是腾厝地提出40公顷，予台南县政府作为呢啊机密博物馆，甲着台南都会公园。那相对的，我们一个让利，公部门的一个让利给啊糖厂和腾厂，也就是40公顷取得土地以外的农地、农场地呢，甲变为主题区，予伊腾厂。我想这是创造双赢的一个啊一个局面呐、啊。啊，我想我那借这个机会。将这个问题呢，啊，讲个市长你听了哈。再来呢，当天看的问题呢，我想也是未来市长爱面对的。那今仔日局长坐伫遮哈，不管将来两党后市长或啥人，有可能你那个坐伫遮。那唔盲讲呢，将今仔日本席所讲的一个啊意见啊，会当透过恁伫将来呢，会当来反映。免啊提着当天看本席的意见。也就是呢，将两边英华市政中心甲着呢，民地啊，诶，这个啊，市政中心两家呢，第一爱甲活化，第二活化。我想呢，伫透过都市计划，将这两个所在来变作商业区。那这两个所在呢，比如讲英华这个所在，市政府会当作为呢百货公司啦。这个市议会所在会当作为大饭店，我想啦，安尼了后，佮再落标收，啊，就钱来也啦，啊，经费就造出来啦，啊，爱甲活化，互周边遮个居民呢，袂因为市政府佮议会刷造了后，感觉讲安尼因的房地产会落价，咱来甲活化，相对的，民地中心嘛收强，迄、那个所在降是低啊，啊。你死也唔食，死要我也唔食，我藏伫遐，也无怪呢啊！台北的议员伫阮探讲遐呢，一直都无发展。我想呢，就将来呢，爱将两个所在透过市府的团队啊，恁的思维，爱把两家的所在来搞活化。那以上呢，本色针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讲法，我想呢，市长，你听了是毋是啥物佫较好的一个意见？请回答。是迄、那个感谢林议员的指教吼，即边我充分尊重咱研考会赵主委伊所推动的公民审议方式，来选出咱台南市未来市政中心的地点吼。所以他拄啊林议员的感谢吼，这个我不敢鞠躬吼，因为完全是透过上届民主的方式啊选出。对这个市政中心关心有代表性的族群的人，啊，你要来进行审议哈。那第二点呢？未来，现主是三个所在，啊，未来是什么所款的所在会当来加做咱台南市最后的市政中心，嘛是同款，国交予第二阶段，而这个公民审议啦。他都话林议员宝贵意见，啊，我相信赵主委啊，拢会完完全全。啊，完完整整吼，啊来转达吼，这个公民审议的这个会议内底，大家来参考。什么？赵主委是要补充意见呢？好来。感谢迄个林议员对这件代志的指教吼，
啊，咱其实好不容易为一百零三年市长，伊希望讲咱新市镇中心会当透过咱都发局迄边遐提供一寡资料，所以咱有七个点，吼，啊嘛有一寡无聊作业在执行。1904年，咱开始伫线上做一寡心理的意见的收整。1905年就是今年，咱开始做实体的公民审议，哈。啊，市长嘛有讲到，就是讲咱大部分抽选的公民，伊基本上是照咱的年龄层、区位啦，吼，等等遐来抽选。算出来有200个公民，啊，报名的人381名的公民，啊，咱伫迄公办内底吼，有针对咱的评估准则去做规迄个分析甲问卷的设计，啊，上尾一句我甲迄个议员报告，就是讲咱12月13日吼，咱阁有上尾一遍的参务委员会，咱会甲这个结果送伫参务委员会内底，咱最终会的这个选择要安怎选择吼，咱会有一个方向出来。所以咱要尊重讲，咱公民审议内底委员会一寡执行的结果吼，所以可能咱12月13日的时阵，咱会把所有完整的物件送来一个委员会，再搁做上尾一遍的讨论。好，感谢，好，请坐哈，赵主委。即摆我请教咱的都发局吴局长哈。那将来今天呐，开始讲三个所在选一个所在了后，是啊。那将来你的看法，局长你的看法呢？是用采取区段征收？还是采取一般征收？原则上吼，为着即款啦公民论坛内底，大家都提起的吼，就是即个债务的即个债务的负担啦吼。啊，一般来讲，咱为着无要增加市库的即个债务负担的时阵，拢是采取用区段征收的做法，吼啊来透过即个土地整体开发来达到即个债务的平衡。啊，我乃甲即个。未来建设的费用吼，拢放落即个土地开发的成本，啊，最终呢，较来取得一个平衡的时阵呢，啊，咱即个案啊，债务上无问题，内政部有哪会通过即个案？感谢吼，那将来是区段会使，一般征收会使。一般征收是打针对讲咱所需要的即个市政中心，所以因为一般征收变作土地看勘即个建设费用拢爱自行负担啦。啊！你啊，透过区段征收，是会当放落去整体土地开发的成本。局长，你的讲法就是讲，将来机关用地的所在是一般征收，周边的发展是区段征收，全部拢用区段征收是财务才会当平衡。你若用一般征收，土地费用加这个起付的费用，全部拢爱市库自行负担。啊！你啊，透过区段征收，才会当放落去全部的区段征收的成本内底啊。感谢哈，安尼就是讲扩大征收的几率较悬啦哈。是。那如果扩大征收呢，我想地主也较袂抗争啦。一般征收呢，除了糖厂地，糖厂袂抗争以外啦。除了糖厂你会当让利，像比较他拄仔我讲的呢，仁德迄个案，都会公园迄个案，安尼就糖厂有让利给伊。特别特别空间嘛，是等于比较区段征收的分配方式。那将来呢，这个按比较认定安尼，含藤桥讲安尼，你也看咧。应该是讲吼，咱到时爱整体评估，包括讲现地即卖即个使用的情形啊，吼，啊，佮包括伊区块完整性啊，拢爱做伙考虑啦。因为即区看西龙钓吼，虽然大部分拢是大藤地，但是我那部分是树林地吼。所以未来的伊的发展方式，我想在进一步佮详细调查佮评估，才会当确定。好，感谢局长。拄仔本身咧讲的麦加里湾这个地点是毋是亚洲蔬菜？伊当初是规划部分是包括这个麦加里湾大道北边，啊，佮这个北边，啊，佮有部分的南边吼，全部做伙。局长，麦加里湾大道这条呢？我了解，就是北边是这边呢。啊？北边是这边。对，北边是这边，所以伊迄个套图上哦，迄、那个因为我你要加500公顷，要多少？这已经靠近小新岭了。对，就是小新岭南边吼，只有那有部分的农业区，现在都是计划，对，现差不多300多。但是你伫你的没有那个说明内面7月4日内面的说明，我看位置是伫遮哦，也就是这条铁路台铁的西边哦。你的7月4日的说明是伫这条的西，这边哦。你有200公民看的时阵是看安尼哦，是这条的西边，对这个所在哦。这我那要改记者报告。不是这哦。我们指的区块都是属于大区块的部分啊，大范围区块的部分，
不会说一定是框住了那个范围，那是指一个大区块，也避免外界质疑说起建物来炒作土地的嫌疑，所以我们指的都是大区块。就像你那个看西农场，我到时候也是一个大区块，用方式来看最适合。规划的意思是讲爱注意亚洲蔬菜中心的地是不得差不多动用的啦，亚洲差不多九个国家的啦，九个国家。啊，伊产权啦，你变那响叮当。啊，所以我家己做报告，我了解就是因为遐差不多有八十几公。啊嘛，具有中华民国台湾这个所在，伫联合国，敢那有这个所在徛伫遐尔，联合国的物件徛伫遐尔。我了解，嘿，对不？你忙去甲摧毁呢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如果你来用地用地遐，就唔对，要紧耍。嘿，不会在那个范围内啦。因为亚苏的这个部分哈，属于联合国的这一个管理的范围哈，其实它。一直是在中华民国外交。你等下他们召集会，恁去改看恁、欸、啊，对有好两百个公民啊，诶，干部内面伫七月四日内面，恁的资料敢是伫铁路的西边啊？伫这个所在，恁改登看卖，好，好，请坐。这是市政中心吼，啊，伫将来，我想咧，市长你要过两当啊，那不带七当啦，因为顶手会你甲本身讲啊。庙人的庙公到时你就知道，啊唔知甲你指点未？啊，敢甲你指点啊？迄、那个感谢林议员吼，顶道是讲笑话啦吼，请林议员唔通见怪吼。啊，目前有哪是爱甲咱台南市的市政做好，包括咱铁路地下化的重大建设，包括咱地动的重建工课，也是登革热防治工作哈，尤其是对登革热以后有可能。当年拢会来影响咱这个都市，啊，所以我必须要利用今年，含卫生局、含台南市，啊，咱这个病院诊所吼，啊，甲中央建立一个好的制度，啊，来保护咱这个都市。嘿，市长，是，本身在问者，你去讲吼，要做好做满，这句话，这个路那么大吼，台湾的人民吼，已经听个，呀，已经吼啊听腻了。你记得早前吴佩雄要选省长的时阵，伊讲建甲像阿里山，建甲像阿里山嘛要建，到尾啊咧无选。哦，蔡英文正派去日本迄、那个，伊讲伊总统若选无掉，伊要离开政治，有离开无？无，即卖伫日本。哈、哦，马英九的时阵啊，讲伊无可能选台北市长，讲过六摆，有选无？嘛选台北市长。朱立伦讲伊做好做满。啊，要把新北市啊市政做好做满，到尾啊嘛是去选总统，所以这是政治语言啦吼。你即马要讲做好做满，要做个安那一起市政，这是应该安尼讲的，哦，应该安尼讲的，哦，因为这吼、哦，咱听济啊啦。我目前确实是无计划啦，现主席的心思有哪还搁放伫个市政？啊，嘛应该啦，啊、是，好、哦，嘛应该啊，应该有计划，未使无计划，哎。你政治家吼、哦、有智慧嘛，还有智谋呢。嗯嗯。哦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啊，嘴讲的含心想的，啊，是两回事。啊，这是政治家。啊，如果前啊早前做立委的时，伊甲所有的啊，伊的好朋友讲，插政治是一种艺术，政治要把持，要把持安那，每一个人拢有法咱骗一摆的机会，爱把持甲骗一摆。哦，这是李国正啊，会铁黑哦，哦，会嘴碎啦。所以呢，啊，每一个政治家拢有伊个语言伫个。不，有那是实在较有底啦，吼、哦，其实政治甲做人同款，实在较有底。啊，是啦。是。我相信讲你有那啊，往迄个方向去啊，去咧行啦吼、哦。有那是啊，看起来都高一高言较对啦，吼、哦。感谢。那来，我即摆请问公益局吼，咱、哦、个局长，伫潭涌桥吼，这条桥呢？伫新区有出一个呢，啊，柯中信立委，当时呢，啊，伫新区一个参会内面，含咱的赖市长有讲，这条桥啊，叫潭涌桥，台南市政府出一半，六合局出一半，六合局迄部分咯，柯中信去努力，市政府这边市长有讲好，伊当下得要冲，啊有，咱两边拢冲两千多，即卖四千多万，但六合局呢？伊个地理线规划起来是六十米长，目前是十八米长，要做六十米。到到迄日啊，要透过呢啊一个协调啊，咱个
啊，这个科长啊，去我服务处呢，那有搁大家搁含六合局的，搁再一遍的协调，透过陈廷辉委员邀请六合局的局长来到本市的服务处，有六十米，伊的大面啊，跨多地理线，属于四十米，那还是属四十米的工程款，也搁含不六千多万，所以四千块含六千块，也搁差千块啦。那就顶起来讲个降息，即摆都换新的局长啦。啊，你即摆敢知这件事？请回答。是，潭边桥吼，大概包括引导吼，才要八千万啦。啊，当初交河川局讲的，一半吼，伊是迄个桥的部分，而且是迄个现有的跨度来算，所以一旦咱补助了2100万尔，所以咱负担真悬吼。啊，所以这也秘书长也捌叫河川局来。大家做个研究，安怎来降低咱这个经费？哦，那就讲河川内底的这个用地，哦，拢爱水利局给咱出。啊，引导的部分尽量去甲算好，像你有去甲算，哦，算讲会看会当河川局给咱出呗。啊，秘书长也亲身捌去水利署吼去争取，啊，因是有答应讲要检讨这个经费的负担方式，不过到目前为止呢，还未核定。局长，秘书长是咱即卖李秘书长呢？对对对，我要甲市长讲，秘书长顶礼拜已经受伤个大院呢，啊，即卖咱呢一个副市长即卖大院呢，大家若食水土袂合，还是坐位袂合，啊，大家足操劳，啊，那即卖这个案吼，拄啊，局长你讲诶，八千几万是包括引导，包括引导，六十米啦，因为要抓管，那即卖已经缩到四十米啊。六合局的局长也有答应存四十米，但四十米嘛，搁六千几万，啊，所以讲这个问题啦，吼，我那直接讲给市长，你会当了解，哦，那还是讲啊，去开会，伫行政开会时，会当透过啊市长你伫迄个所在来做一个吼，反正应该超差千外万，啊，无即卖四千万我揢你啊，将我揢你遐，啊，啊，万讲这条呢，会当早日啊来啊加兴建，安尼，这个当时柯中信立委含市长你。啊，有面对面来拜托到了，我想你有印象啦。有迄个林议员安尼啦，吼，因为难得，因为柯中信委员对电影在关心，吼，啊，林议员你嘛提起做一遍，我会亲身含水利署署长来讲安尼，看赶紧把这个问题解决。原则上，我那是讲，因出一半，咱出一半，啊，看有啥物款的方式，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是啊，感谢，多谢。哦，安尼就对啊，安尼有教授，因为这个吼已经死三个啊。而且呢，大水来吼，啊，已经冲三个死亡，包括警处会本身伫遮咧甲市长你啊做一个说明的时候，我嘛讲林全忠议员，我那伫遮遐么叫留伊，啊，我那大水来遐么叫留伊，迄个再留无去，啊，无因遐个补选超过二分之，吼，啊，好加在，啊，要紧吼，这个问题，那再来呢，也就是同款，这条桥的下游，这条就那巴林溪。连巴拉溪呢？那落大雨的时阵，因为这条无地理，有画地理线，但是呢，啊，无收准，无收准。那目前呢，底下还有两个呢，啊，这个平面桥、平面桥。那平面桥呢？那大雨来，像梅子台风来，你啊看，满水围桥弄歹去，垃圾搁塌伫遮，意外搁讲呢，啊，水搁讲冲边啊来，会遮远，将人的良田呢，把它冲毁。啊，人得个呢，搁去买地主，得爱搁去买土，搁再来恢复，即足一摆，足一摆呢。那大水来呢，差不多拢安尼啦。总是毋是伫遮呢？本身个咱市府建言吼，建议即个桥要安那来个做一个啊修建啦。等于即个含六合局咧讨论讲，那新建有哪一个像潭影桥安尼？那修建啊，修建的名称哦，就会当就现况，看到安那解决。伊个桥条啦，问题伊个桥条要哪提掉？桥条会啊，因为伊个桥啊桥个断面呢啊，即、這个最高个断面已经剩差不多伫个六米，边啊拢杂草，无所存。那啊，中个一支桥墩，所以呢拢会卡垃圾哦。那两个拢安呢，一下面啊个两个平面桥，即、這个平面桥呢也都是呢两个里会连啊连通道路，连通道路啦。也就是呢，新市的嘉义里甲新市的永久里，啊，这两个里是靠这两条桥哈，有那是因的啊，伫通行的所在。
啊，你来看弄啊呢？这梅子台风来，从桥面两边的土冲无去啊啦，两边的土无去啊，这公所得去抢修，啊得个呢无啊啊个冲啊个清家垃圾。啊，那顶一日啊，本身你甲局长你讲吼，你讲你派人去看，没影要吃，哦，所以呢，这个要紧，好不？啊，这条桥你也看咧，来局长，我你回答者。这两座桥吼，拢是迄、那个议员讲是北面桥，其实就是过水桥啦。啊，过水桥伊的特色就讲吼，无栏杆，哦，因为栏杆会去挡着这个水，哦，啊，其中这座是小块有栏杆，但迄交普通的栏杆嘛无。不同啦，普通人家才60-70公分，伊才二三站尔。啊，目前就是讲要安怎，这个吨吼，伊一个有一个是一吨，一个是两吨的啦。哦，因为这个吨有那去卡到这个树枝啊啥吼，啊，所以会影响这个水流。啊，所以公所以前是有提一个方案啦，就是讲吼希望无吨，啊无吨吼也是爱卡掉做这个钢桥，啊拢总才400多万。不过这吼，就讲这过水桥吼，河昌局伊当然真重视，到底伊要何里做无？吼，就讲，局长啊，这是既成的物件，这是未合并以前早前的乡镇公所所做，为着方便地方的通行，两个里的人民往来，为着因的方便，早前未合并以前就已经存在物件啦。是，这我知影啊，所以，即摆咱这个合并了，当然市政府啊，就要想办法啊去解决承受边啊来个解决这个啊。啊，咱是要解决代志，市长讲的，不是要解决代志呢？是啊，所以嘛是爱往修建的方面来处理啦。啊，真是较麻烦的是这个墩，哦，墩吼，你要掠掉实在是有伊困难度。我拄仔讲到这，他拄仔我咧讲，你遐嘛要留的，你拄仔来。好，我即马。所以这个阮，阮又搁交这个河川局吼，过来了解看是修建安怎进行吼，较舒适啦。好，再拜托，好不？那再来呢？也就是啊，伫咱新竹国小，我若讲到新竹国小，市长你吼差不多头壳吼，得个莫哩烧啦啊！一个是新竹国小，啊，实在是今仔要来讲好话啊。这个所在早前呢，就是呢啊，一栋围楼，也就是当时本省呢向市长你啊要求拜托的，也就是那些年啊，我们在围楼上课的日子，一栋大楼已经敲掉了。啊，起过伫新的篮球场，啊，所以嘉义经呢做一个绿建筑啊的一个设计，做草皮啊啦，啊，啊，较感谢啦，啊，那伫这个当中吼，差不多边啊家，啊，一个波边带麻烦教育局局长，啊，教育局局长，这咯，议员好，即卖人家看因这学生改要参加彩绘啦，啊，拍对了后尾合成音啊，参加啊来画红啊彩绘，参加墙啊。但土卡毕竟较歹，哦，即麻烦呢，用改善浇水环境的经费吼，含伊个 PU 跑道，啊，伫 PU 跑道吼，即已经做10几栋啦，早前县政府时代做的啦，哦，啊，即拢摇起来，即囡仔直接造危险，啊，跟议员报告，他那个是 PP 跑道啦，好，所以我们会到现场再去了解。对，你免紧张，我今仔要来讲好话，我袂来讲你不适任啦，因为你即马另外有在调整啊，啊。那这里啊，含他拄啊，迄条界线呢，啊，篮球场啊，因为遐1600个囡仔无篮球场，大家想一个办法，看要安尼综合球场内面遐哪用。那公告家呢，啊，公告家就是讲，明年呢，这间学校100岁啦，新竹国小明年都100岁啊啦，啊，所以呢，啊，有真侪校友啊，校友伫外口呢，啊，安尼有成就的。拢会安尼啊，搁倒转来共同见证庆祝新竹国小100年的校庆，4月7日啦。啊，我伫遮我那邀请市长啦吼，你到时爱来呢？你茫想讲你即马后日毋是伫遮无候选人啦，你都毋去呢？啊，好唔好？来，我伫遮甲你邀请啦，好无？哦，迄个感谢林议员的邀请吼，因为4月7日嘛吼，明年啊，原则上 OK 啦吼。啊，不过较晏，因再阁看卖咧。有啦。如果我若行程上有方便，我一定去。是啦，你除了讲去新北市啊、台北市咧拼啦，迄个较无闲么？哦，啊，若有闲，就那个倒转来啦。啊，应该袂啊，袂遐早啦，伊列时间吼。我通常那百年校庆时间上，我来拄好，我拢会去甲恭喜啦。有啦，因为有时候也要颁发那个杰出校友的一个奖状。是啊。是是是，吼。是。因为我嘛甲校长讲哦，做校长呢。
台南管区，咱台南区来请坐，市长，啊、哦，局长，台南区200多间国中小校长，我嘛拢那个鼓励，要拄啊去做着校长，拄啊已经下校，拄啊伫个啊做校长的时间拄啊一百档吼，真歹拄着呢，含咱地方咧起大庙烧香呢，伫角头咧起大庙，一世人吼你有机会来起一摆尔，无可能伫你个角头起两边大庙起两摆呢。啊，所以一百档的见证，啊，到时局长，啊，你有哪来呢？好，谢谢议员。这个校长有跟我提到这件事情的，他也有提到说，议员也是校友嘛，哈，所以对百年校庆非常的重视啊。嗯，是啊，我好友，嗯，啊，我来邀请啦，是啊，你有哪啊？甚至呢，阮啊，透过啊这边的一个筹备会啊，那筹备会就三星地委员，阮向我。啊，我会向我去募一寡费用，募200多万，对不对？结合社区，啊，结合社区的共同的一个活动啦，啊，所以这个我那是算得讲吼，要庆祝一百档吼，啊，除了讲有人有钱吼，嘛都要有恁这大人物来，哦，啊，无就欠这个老热啦，吼，好不？局长，谢谢议员的邀约，谢谢。当然你若够有伫啊，你若够做局长啦，我想是够有的啦，无遐紧吧。啊，不要紧，就应该去升官嘛。我拢讲好话呢。好，来，你请坐。做好本分的事情，谢谢。来，啊，即摆吼，好话讲了，来讲一下歹话来。啊，这吼，区长，不，市长，市长，我才看到这区长吼，实在讲的吼，37区，嘛有一两个啊吼。你甲你拖累诶，啊！有人时啊，你看未着，听未着，啊！即件呢，也拄啊呢，伫当地啊，百姓看未过，你着看未过，将资料摕来互我，讲我今仔日若无问，伊要阁摕去互别个议员问，所以讲我相信遐人真有哪里看我有咧问无啦。那即个就是讲，即个区公所，我即马讲啊，叫个维格区公所啦，啊！我那做红手的做歹听，啊，属性呢，啊，白天办公事，晚上办私事，会使呢吗？啊，来，我想呢，这个公所，市长，你敢不知道这上面公所？我帮你看哦，来，帮了来，大帮了，这是呢，10月14日。暗时10:05开始，这个公所的职员办的国际民俗艺术节，办了后回来到公所，将电视头啊放落，到个7:00的时阵，雄雄的啊，这个区长拄啊回来，那这个区长是查甫的查某的，较听你就知，是查甫区长，哎，查某区长，这两个男女主角回来啦。这两个7点去讲话了后，就怎啊无去？走去伫当地一间餐厅食酒、食饭，食到10点转来，即卖入来，伫遮咧洗。10:12，伫遮咧洗脸拢。洗到10点呢，16分，要入去大门啦。迄阵啊，公所的职员已经拢走啦，带入来内面啦。10:16，两个入来，铁门佫关落来。因为区长是会切落刀，迄区长佫走出来，嘿，会佫切落花，内面也佫切落花，到底是咧创啥啊？佫切落花，到佮10:20，这个查囡仔佫出来伫遮咧翕相，唔知咧翕啥？这是办公机关竟然有外人入来翕相，到佮10:34会切刀，伫咧冷库整理仪容。出来了，10:35要出去啊！这段呢，对头到尾有40分，因为本身咧节省的时间呢，爱将伊吼，搁在大家斗较紧呢。有镜头的所在啊，有人啊，有咧镜头的所在呢，我来个缩短啊。等到个10:37，门关起来，左边来开车，这只公务车哦，我要搁个市长你讲哦，这只公务车啊。10:39，左营那开车，带区长走。
你甲看，咱即摆来看一下，十点五六分的时阵，人员倒转来去办活动，国际民俗艺术节办了后，才大家才辛苦，即员工才辛苦，起起头啊转来。这个老大的吼，这个区长吼，这个唔知啊，伫对搭带来，带别人去，啊唔去别人，竟然带来公部门的所在，嘿，那是真奇怪啦，嘿，啊，拢无当去啦，啊，这十点十二分，好来，啊，这十四分，哎，时阵佫走倒转来。十六分的时阵，十点十六分的时阵入来，铁门阁关落来。即若我若要讲吼，即若讲因太太来讲啦吼，有人想讲啊，即个咪人个太太，你想想讲啊，太太太阁关铁门，哦，啊太太太阁切电火，啊切电火甲开电火当中多呢，相差十八分，啊，即、这个阁出来咧翕相，啊，即、这个阁出来翕相。来，啊，到三十四分的时阵，火切落地，啊，两人看，两人看，啊，整理仪容，哦，啊，底下冲啥咱是无看啦，哦，咱嘛唔敢讲伫内面咧冲啥，但是都是怪怪的，啊，就是怪怪的，啊，那本身的意见呢，就是讲应该是，啊。不得体、不恰当、不应该啊！你将外人带入来公部门的所在，暗时的时阵关门串红火红花，了后呢啊，你有饮两杯啊的时阵，佫叫一个外人佮你开公务车。好，那来这台公务车吼，来切过来啊，这台公务车，这只。0226啊 ，AMP 这只，伊就是开这只，啊，来，啊，这个公所呢，啊，我想，咱个来市长你请坐，你已经有听到，你进底下热啊吼，来，啊，局长，这对台敢知？啊，山上区公所。哦，山上区公所。是。来，好了，哦，哎，谜题揭晓，真假？哦，真假？啊，那像这个呢，就是讲社会高观感呢，也不好，也影响到市长你的施政啦、啊。也当容许吼三十七个区长其中一个呢，你甲看麦，这平常时唔知安那咧创的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听讲呢，本身甲听讲是讲较早伫文化局叶局长遐走出来，呀、啊，叶局长，你对这个有熟无？这个区长，这个区长伫你遐出来啦？有了解。啊，啊，你对伊个评比安那？伊问我叫伊时阵真认真啊。叫一方面，这样。无啦。像安尼哦。伊高级管理的时阵真认真啊。哦，是业务认真还是业务外认真？是公司还是私事？公司啦。哦，公司认真哦。啊，太早来伊遐边呢？伫你遐都认真，太早来遐呢？啊，你遐认真就留咧家用咯。啊，怎啊招来民警局来，请坐。啊，局长请坐。那这个问题呢，我想啦哈、哦，本身的公告者，只有呢啊，要如何啊去安那处理？我想市长，你们啊自有拿捏啦。啊，要安那来啊，和社会啊，对咱市政府团队在这方面哈、哦，要安那去啊，你去做一个解说。好，那个林议员，感谢指教啦哈。哦不过，这尼啊严重的指控，一定要让当事人说明啦。对，因为那无让伊说明，我感觉对伊来讲无公平。是、哦、是。那第二点，我咧看你的影片，看两遍吼，我想有几个问题会当探讨啦。嗯。第一就是讲，因为伊是办台南艺术节嘛，伊是办台南艺术，把迄个南营民俗艺术节，所以伊是公务上的延续啦。那第二呢，就是讲。伊迄个无赛车，伊有可能
是有其他的原因也无定着。啊，你讲的讲这位查某囡仔是外口的人，并不是同事，即我感觉这拢都爱去查证，爱去查证。啊，我会叫迄个陈中院局长，哦，好好去了解这个代志。除了甲林议员报告以外，我来甲社会说明。好啦，啊，过去余区长他都话文化局叶局长已经有讲啊，过去伫文化局内底是一个真认真、真负责的同仁。哦，这点我有那甲林议员补充。是啦，我嘛是本身嘛是希望伊真认真啊，好好啊办理区政。哦，那就是安那的哦，到林市府、到哦市长，您看安那去啊去了解嘛。啊，啊然后对社会一个回应嘛，啊来好不好？哦，来，那哦要搁加十分，即摆来吼、哦，我想伫咱劳工局吼、哦，劳工局即摆有接到劳动部的一张啊公文，那这个公文内面吼、哦，我想啊，伫遮呢，我阿要含咱的华智次吼，肖处长。啊，是行政命令抵触法律的时阵，行政命令是不是不好？请回答。如果从行政法学上面，法律优位原则是下位阶法律抵触上位阶法律，确实是无效啊。但是要去看哈、那个具体的情节，具体的情节嘛？对对啊、哦，对啊，所谓的具体的情节，你怎样研判？就每一个个案在适用的时候，那个行政命令通常都是法律的补充，好啊，所以如果有时候那个命令如果超出了法律可容许的范围，当然就有下位阶法抵触上位阶法的问题。但是如果他只是去做细部的规定的话，那这个时候就不能够用法律优位原则来做比拟。嘿，以上，这是你的看法吗？是，是吧？是。即卖安尼啦吼，是这张公文吼，应该是劳工局啊局长捌甲你讲过未？王局长捌甲你讲这件劳动部局长，你敢捌甲讲过？你捌甲肖处长讨论这件无？啊啊，这就是呢，目前中小企业啊，我嘛要甲讲个市场听啦吼。是目前呢，应该是全国啦吼，不单是台南市，即中小企业呢，因为欠啊。劳工退休准备金，欠退休金无缴入去，那无缴入去啊，是啥物原因？迄是每一间公司伊内部的问题啦。那当这间公司呢，伊的外劳啊，换机械的外劳啊，两单三单满的时阵啊，等于伊家己的国家，那这间公司爱阁请外劳来换机械，无法当生产嘛，道理上是安尼嘛。那即卖咧，劳动部啊，佮发一条公文，予全国各管区，佮讲咧，那以后每一间公司要请外劳啊，伊个退休准备金无缴纳的时阵，袂当请。这条公文，劳动部发这条公文啦。那写呢，本性咧，嘛去请教真侪啊，即个好朋友啊，对嘛是拢有法律的背景啊，这方面啊，一些的专才啦吼。伊讲咧，退休准备金是针对本劳第一啦，吼，是针对本劳，唔是针对外劳。退休准备金是针对咱啊本劳，唔是针对外劳啦，第一啦。第二，啊，劳基法内面的规定，劳基法咯，啊，伊是无同的条例，伊劳基法内面所规定的。你这间公司，你要请外劳，是运用劳基法啊管理办法吼、哦，要聘啊聘雇外国啊外国人许可及管理办法第十六条啦，第十六条第一项第五款，这是要请外劳运用这条去申请，只有是申请啊的过程啊，伊、哦、要准备资料去申请。那即卖劳动部。甲运用呢，第五十六条，甲第五十四条，违反着第五十三条、五十四条啊，五十六条，就是讲呢，退休准备金无去缴纳的，
道呢啊，未当去运用第十六条，我讲这乱来嘛，啊，这两条平行线呢，啊，我今仔日无地人全部交拢去要处第六罚五百块，我无去交了五百块，我要搁买一只，我都要登记我的名下，安尼未登记进，差不多这个意思啦。是啊，来你搁补充呢？是议员。你刚刚举的那个例子，就是我们行政法学上面讨论啦，吼，就是讲，啊，我罚单无缴吼，啊，我即卖要过户，煞无都过户吼，啊，行政机关常常为着达到特定目的吼，啊，以在行政手段上面确实是有这些吼，等于讲，啊，原本两个平行线吼，啊，但是他为了要达到特定行政目的的时候，只要在符合没有违反不当连结禁止原则、没有违反比例原则状况之下，我们是可以容许这样。所以进前吼，这个税法上面也有去提到讲，啊，我不交税，我袂当出境，这是原本两个平行线。这不对啦，我跟你讲啦，你要运用五十六条去甲揢十六条，啊，你还去修法嘛？啊，透过立法院去修法嘛？立法院还去加一条路嘛？啊，讲哪哈出讲啊，无去交纳着退休准备金的，无依照第五十六条交纳退休准备金的。伊袂当去伊啊，申请第十六条，申请外了，这条爱阁修法出来啊。不过咱即嘛吼，那个公司吼要去。你太会当，还准备修法以前，我白运用的个倒菜刀。林议员，目前呐、啊、吼，我们要聘雇外劳吼，那个对公司 的要求其实蛮高的。我即嘛本身在公家企业呢，啊，真侪啊，即个中小企业，即嘛在经营纺织业也好，伫经营鞋业也好，因面对这个呢啊困境的时阵。有欠钱啊，欠这退休准备金，伊要申请外劳，行个几摆加班，行个几摆生产，几摆趁钱，然后去交纳。啊，你即摆无员工可以，你即摆甲冻起，伊只机也藏你啊，啊个较食力。啊，本来就退休准备金，本来就要死要死啊，去用一个再换很死。不过咱即摆吼，就这公司吼，就是退休准备金吼，通常啦是这个提拨不足吼。那这个其实对劳工的，你刚才你是支持劳动部这个案例。我觉得还没有违反不当连结禁止原则及比例原则啦、啊、所以基本上我是认为它的合法性应该有的。这是你的看法嘛？是，是不？是。啊，你的看法就讲，哪是讲安尼来甲恁告嘞？恁徛得住吗？我觉得，因为恁无准人，恁运用车各管各市政府，市政府领域大概各劳动部嘛，敢是呢？他要求哈那个提拨准备金能够补足，你滥用法规嘛？他其实还是在。我依照十六条去申请，你敢用五十六条出来敢揢？你要用，你要敢揢就好，你要去定修法，修法一条新的呀、啊。啊，不过我想嘛是还是要以保障劳工吼，本国劳工先优先啦。比如说公司啦，我起码是叫你该税这里俩啦。啊，只有是讲吼，是不是台南市政府要开第一枪？啊，台南市政府是不是要开第一枪？啊，这看在恁啦。我想这个问题吼，市长，我讲咧，本身讲咧，你敢，你个概念嘛？你看啦，是不是要修法？但当到这会，那个林议员其实吼，我当然歹势啦吼，先甲你回歹势。不过他对我小处长讲的话是无唔对啦。那方面无唔对啊？就是讲小处长他对我解释，因为这没有违反不当连结啦。因为吼，在行政处分、在行政目的的时候，要这个达到行政目的的时候，他是可以用这样的手段的。这是有法律的啦，市长。因为劳基法有十六条，伊会当申请的啦。因为简单讲吼，你五十六条无规定讲啊，违反了后去袂当去运用十六条啦。是安尼呢？伊简单讲啦吼，伊这毋是单纯这个法律的问题，你爱先回归到吼这个社会面，当那个劳动部做这个决定的迄个原因呐。你讲你今天咱请一个中英顺中小企业去请我咯。但原则上就是讲，咱本身的劳工爱照顾好嘛，啊，照顾本国的劳工，包括伊退休金的准备嘛，啊，所以当这个公司中小企业伊无要甲劳工好好照顾，啊，伊当然伫劳动部主管机关来讲，伊会面对劳工的权利保障的问题，伊当然会去制定这款对这个请外劳限制一寡决定嘛。市长，我想这些啦吼，你公部门这边当然是啊，市长啊、处长，恁的讲法是相像的嘛。但是头拄仔林议员你讲的讲吼，伊若无外劳之外，伊就无法度人趁钱，就无法度人去交
本土的这个退休的准备，这个才是两条平行线上不当的连接。当然啦，你无就你来讲，伊变啦，伊都无钱去叫啦，就是爱去靠生产来啊，那有用有料，唔才当叫。因为外劳要有你生产嘛，理论上外劳所生产。我想安尼啦，市长，是唔是你哦？那去行政院开会，针对这个问题，我想这是全国性的，唔是干那台南市尔啦。那我本身也无咧做外劳啦。我知影，我知道啦。那是因为呢，真侪只中小企业业者，因为要请外劳去面对这个问题。到底这是不是本身要呀？要求市长你，在行政院开会的时阵，是，在那个会中呢，啊，来向啊代替全国这中小企业面对这个问题，一家业者，一家中小企业来替因呢，啊，看这边来解脱，是不是？还要透过立法院来修法？是，那个林议员，因为你伫议会质询嘛，哦，啊，我市长，我来接受这个质询，你的要求，你的要求。伊办公，我伫行政院内底，有声音呢？这我会照迄个林议员的要求，这我会反映林议员的意见啦，有声音呢？来了，暗到有声音嘛啦，好啦，安尼吼，就麻烦市长你有哪去替只中小企业啊来啊看安那去解套，因为伊无生产，都无钱通去叫嘛。啊！就本来要死要死啊，怎啊佫无生产机啊？怎啊放空伫啊？怎啊很死眼眼？这个就是违反你这个讲法都违反你刚刚所讲的两条平行线，在做一个不当利益的连接。好啦，不过你的意见我也欢迎啦。好啦，感谢哈。啊，今天本席即阵到这，谢谢。谢谢我们林智正议员哦。我们向各主管说明一下，我们原则上今天的咨询就不休息了，啊，直接就一直连续咨询下去。那如果要上化妆室的，就直接。打个招呼就上去了。那我们下个咨询的议员呢？我们那个赵宏源议员，赵宏源议员，那时间为50分钟。那我们谢谢那个林清正议员。